你这是下血本了，一箱子爆炸子弹，咱们这是要去拆家呀。爆炸子弹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这是啥玩意儿啊？便携核弹发射器？不会吧，老大，玩这么大，那玩意一颗丢下去咱们都不一定跑得掉啊。所以我还准备了这个，当当当当，电力喷气背包。没错，就是之前小月开出来的那个。我去，我还以为我们小队就我会有呢，现在人手一件，没意思没意思。哎呀，少不了你的，这次我还特地给你带了一套新装备，到时候你就负责火力压制了。就是这套 T45 动力装甲，这玩意儿可是花了我足足100个钻石块才搞到的，这还是布林姐给我打了80%呢。好家伙，你还真跟布林姐当上线了，这都是胡萝卜军工厂出品的东西啊。我说你神神秘秘的干啥去了，原来是去消费去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次既然把核弹都分配给我了，那我就躲在你们身后吧，我不太建议把这玩意儿拿出来用。想什么呢，这东西是跟我们拼命用的，这才是你的正常武器。四喜丸子，这是新款吗？名字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奇怪归奇怪，这玩意儿可是一次可以装4个火箭弹的，这也老贵了，回头从你的工资里扣啊。啊，不是吧，这都要从我工资里扣，我本来就没有多少工资了，上一次的利益都还没有算我的呢。上次可是你自己说自己的工资不要了，我这里可是有录像的。老大，我错了，这次任务的工资我都不要了，你快把我放下来吧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可不是我逼你的。啊，这你都留证据，太狠了吧。哎，没办法，谁让咱们队里有你这个黑鬼，我怕再不精打细算，回头啊财政赤字啊。而且你这个家伙还把我的宝箱给开空了，没扣你2-3个月工资就不错了。好吧好吧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没了没了，这次为了降低咱们的任务难度啊，我已经是超级大出血了。这次啊是咱们第一次执行总部的任务，所以我们还是稳重一点。你该不会把我们账上的钱全花光了吧？那没有，也就是用了10%吧。那你我们之前的欠款归还好了，有20%要交房租的啊。这还有这种事的吗？哎，等等，那房租什么时候要交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明天。那这哎，布林姐，那个我想退点钱啊，只能退50%，不是说好了7天无理由退款吗？啥？我这是有理由退款，我没有理由啊，我都没说我的理由。哎呀，行，不退了。流浪者小队出发，目标矿洞，咱们今天就当一天的黑奴。